在老屋最后开张的两天。你是说真的吗？真的哦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明天我们要先做老屋感谢祭，小帮手八人，前菜的老师，九孔料理老师，还有烘焙体验店长，咖啡的拉花老师，很好吃哎！边吃边感动。从第一集看到现在，我们确实长大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给我们的。来吧，营业中。本节目由爱惠虎净水设备冠名播出。